今天录一个大王花母虫的一个开箱，因为之前自己养的幼虫只出来一只，只出来两只，但都是公虫，所以买一个母虫来繁殖。看一下，一般来说是不出单母的，运气比较好，正好有母虫，所以买到。这属于什么东西？看还活着没？怎么不动？这是多大的？哦，不错。好像是3月上旬、3月中旬羽化的。和我那只公虫算是同期的。还没出蛰，所以颜色比较暗吧。摸着就比较重，这个品种比较沉。现在还是蛰伏的，所以没什么力气。如果是出蛰的话，再上手，我估计得抓一手的印儿。先拍到这儿吧，这虫子还没出蛰，就不打扰它了，先给它放回去。称一下多重，22.4克。再给它放回去就行了。等它出蛰以后，我们再说。应该也快了。这个幼虫，这个。蛰伏也不是很长，给大家看一下我那只公虫。78。
这只工虫也没有出折的。这只还是挺好看的。这算 GGC 吧，或者是 GGU， 这个我也不太懂，应该还需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出折吧。我比较喜欢那种纯红色的，不过那种纯红色比较少。好，就录到这儿吧。估计一个月以后吧，我就开始看一下了。它出折的话，就开始录那个繁殖的视频。现在就不多管它，打扰太多，怕它暴毙。好，录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观看。